咁如果唔係好認識 C All Star 嘅人，或者曾經有聽過一兩首歌，而有聽過呢個名，但係又唔係好了解其實係咩一回事嘅人，係一個好好機會嚟㗎。好笑可以啊，咩？呢個咩係一語個氣好突機然間？會，係啊，一你哋個可以好入嚟一個好睇機會嚟。卡嘅，睇今一日個你哋有機會啦，將會將來你未必有，係啦，但今日你有機會。好機會嚟㗎，即係入嚟睇下。嗱冇㗎，其實你錯過咗就唔知等幾時㗎啦。即係失去咗係嘛，係或者嗰個小別勝新婚，離開是為了回來，啦，原來翻翻嚟咧，理解到呢啲嘢啦，恍然一大出悟啦。個地球保衛隊咧，咁我知有 C.O. 他做咩啦，保衞一啲嘢啦，地球啦咁咯。係咯，保衞家園啦，保衞地球啦。歷史嘅記錄者啦，即係好多呢啲嘢係以前唔係好知嘅，唔係好察以前覺。可能係啊，大家玩啊、唱歌啊，就咩啊，咁都有少少係知道呢方面嘅嘢，但係唔係太深究去咩。好慶幸。係啦，到而家而家就翻咩啦？翻嚟嘅時候，哦，第十一、好清楚第十二個燒年沙做頭，咩啊？係咯，終於到蘇醒你啦！哋咧蘇醒啊，知啊。我自己係會更加珍惜嘅，可能即係經過呢一兩年嘅事情啦，有疫情啊等等啦咁樣，會覺得好多嘢都好無常嘅，係唔係永恆，係唔係攞正牌一定會擁有嘅，咁所以就呢件事咧，即係 C.O.S.A 呢件事就真係要好好珍惜。我覺得對於觀眾嚟講好 perfect，佢哋覺得。我覺得佢哋應該覺得好 perfect 嘅。啱，perfect 呢個字係一個好似結果嚟嘅，咁但係我哋仲行緊喺呢個 project 入邊，即係演唱會未做啦，碟又未做好啦。咁 perfect 咧，就睇下我哋呢段時間嘅付出，令到呢件事變 perfect，係嗰個重點。我想揀一首歌，其實係一首 side track 嚟嘅，《靈魂進化》，因為我覺得依家經歷咗 solo 之後，大家都各自嘅成長與進化。我哋四個係一個2.0，依家係。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進化。而家應該係喺唔同嘅角落，師兄弟，師兄弟要集合落，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assemble 啊。實體演唱會係取代唔到嘅，有觀眾、有掌聲、有 interaction，呢個係你做1萬次虛擬都感覺唔到。就算你撳爆啲 like，就算你點真好啊，都唔同。今年嗰個成個 project 就係想集合，除咗我哋會做專輯之外，咁希望都可以做到個concert，咁所以有咁嘅 planning 咯。同埋我哋嗰陣時都講話，呢個單飛唔係話可能半年啊、一年啊，做一首歌、做兩首歌，我哋希望即係有四個品牌可以做到出嚟。咁所以咁就過咗3年幾，就大家覺得個 timing 差唔多啦，係時候要兑現翻我哋之前話，我哋休團之後。單飛之後會變得更加強，我哋會翻嚟嗰個約定咯，就好似即係第一次嘅時候，就好似真係好多嘢嘅第一次咁樣啦。人哋掂一掂你就會好 high 啊！咩掂邊度先？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人，我未出場嘅時候，聽到出面嘅啲歡呼聲，已經想喊啦。即係爭啲，爭啲，我都係啊，係啦，我都係啊，所以嗰呢啲咪叫人點一點你就哇好興奮啦個喉嚨，即刻濕咗啦，爭啲係啦，變成咗可能即係紅館一出場就喊嘅人啦咁啊，咁啊第二次就你開始，你有冇啊？嗯，你有冇？第一次有冇朗下？冇，你整濕我啫嘛，係咩？你喊我咪喊咯，哦，係嘛？永遠都係你整濕我㗎。唔好意思，系啦嚇，咁啊第二次你會開始睇清楚啲嘢，睇清楚可能啲面貌啊各樣嘢，睇嘅嘢又會唔同咗。一個組合能夠休團之後嗰份情啦，係可以翻嚟，都不但止，仲會可能有提升嘅。其實就係非常困難嘅，係啦。咁去到呢一個咁樣嘅時間啦，能夠有呢個咁樣嘅舞台，我好希望係呢一個 show 係我哋喺呢一個時刻做一個總結咯。C.O. 生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原來香港樂壇裏面出現咗一對
唱歌的組合啦，唱歌的組合。我哋是不是很多正能量的歌曲咧？係噶，因為那個是一個過程嚟嘅。你首先 要去定義我認為的正能量是什麼先咯。你要面對一些困難，看清楚個現實是啲乜嘢，呢是一種正能量嚟嘅。那個過程可能是會慘，可能會喊，可能會流淚各樣嘢。但是有個勇氣。這個是你過程嚟嘅，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有啲歌令到人喊，我覺得是正能量嚟嘅。因為你有情緒有個出口之後，咁你個人輕咗之後，你先可以睇清楚個世界係啲乜嘢，你先可以真係面對緊世界，你先可以行到前面嘅路咯。即係譬如我聽後後來的人，你估我聲勢力竭，即我唔催淚咩？即我都有自己情緒嘅關口要衝破。集合吧，地球保衛隊咁。一個信念集合咁樣，好即係好似滿滿正能量咁。但其實可能自身都自己係需要呢一種嘢去鼓勵翻自己。咁可能就係歌曲嘅魅力咯。我哋可能係一個即係都係幸福嘅一群，可以用一啲嘢透過一啲媒體去表達自己嘅情緒。